到台南了，接到朋友了，我嘛伫海岸路。啊，来平常时啊，嘛啊侪人啊，想讲平常日啊较少人，结果人嘛是足侪呢。我过含鱼羹啊，伫阮伫台南的第一栋，这叫做啥？国华街。嗯。国华街里面很热闹啊。刚刚算了面。富盛号蛙龟，我是我台南的小帅哥，今日我的导游。第二个要吃的小安豆花，所以较早会打小安扁担豆花。今天我台南的朋友店的，这里有这黑糖粉粿牛奶豆花，手在搓啊，手在搓。不是要抖才会 Q 弹吗？嗯，看起来就很 Q 弹哦。啊，今天是 Q 弹粉粿布丁豆花，这是公营的招牌啊。它有四种不同的粉粿。我台南的朋友讲好吃，要外带一个。好吃哦，豆花呢，不是布丁。豆花好吃。没有布丁啊，甜乎贵吧，好好。好啊，我吃豆花啊。我要买荤贵。啊有呢，荤贵里面。嗯，没卖价。它的荤贵。你这没卖价。因为伊豆花上好吃，所以我搁加点两个布丁来吃看卖啊。他不是他的菜啊！啊，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，很正常。跟哈密瓜的哈味一样。嗯，哈味。卷尾加，今天你的口味是乌龙和栗子口味。来，我们各一支对吗？乌龙。乌龙。乌龙。你记得是乌龙啊。乌龙。栗子很像红豆，我觉得啦。是有点红豆的感觉。嗯，栗子我不介意。来啊，我吃看卖啊，乌龙。乌龙茶味很香啊，这个有重。好，那你吃。还喜欢蚵仔呢。嗯，我较介意乌龙，我们台南的朋友口味拢无同。台南的朋友爱栗子。台南的朋友较爱栗子啊。你是想？然后高雄的朋友爱乌龙。我较介意乌龙。现在到台南美术馆啊，二馆，听我台南的朋友说这是完美拍照地。哎，我现在为大家介绍这个台南美术馆二馆啊。这我和我在台南的朋友都没啥，都没笑啊，这我两个都较粗鲁。他说他们来这里会过敏。嗯，我两个真正对这水的东西会过敏。我们就先做这样，拜拜啊。不是拜拜啊啦，反正水的东西是搭不上边的，反正这多人在去上的啦。走起来了，顶端看的风景还不错看，啊，才开始去完美照啊。看这去上的姿势啊，才这普通的。我要来美术馆内底啉咖啡，看卖会当提升家己的美术气息无？环境袂歹哦。我每周去玩就爱来家底啉点咖啡的。耍废时间，不错啊！他就在美术馆里面，在家里就是美术馆了。然后里面真的还蛮不错的。有用的买到来这细细行行，去遮上的，其实嘛袂歹。啊，决定了要了。越看越满意啊！台南的朋友买东西就是快很准，就是介意这种人买物件，看人买物件快感，就是
送。各份看起来好好吃。各份，你想一下，差不多三百块两百钱，是不是？300块美金，再多一点点。我台南的朋友讲，伊是眼镜杀手。来看看多杀。到底是杀到什么程度，才有做眼镜杀手？这个我觉得很 OK， 我觉得 OK 啊，我觉得 OK， 这个蛮 OK 的呢。对啊，试穿你那 Zara 的大衣，另外一件大衣，他试穿了300件的，整间店都试穿了，试穿一下。然后我现在变成整体那个衣架。就是帮忙拿东西。我台南的朋友从来吃这间后院泰式餐厅，那工作厉害啊！我台南的朋友都介绍搞错。他说他来这边吃 N 遍了，但是他还是吃不腻。对，让我很期待这一餐。等一下。菜上来，再一一的跟你们介绍，也准备看我们吃了。皓月金港啦，你来看，足水的花灯嘛，花灯，对，灯饰，灯饰。看照片很漂亮啊，我现场看一下。然后这里围拢有一挂，叫一个小夜市这样。哎呀，未都得食的啊，我未枵着啊。朋友很会带啦，气氛也很好，伴随着音乐，还有一些自然的虫鸣叫声。这个是海波浪啊！哇，我某头一届看到海波浪啊！海波龙，啊你敢有看到海波龙？你要看？啊你敢有看到海波龙？叫我某和台南的朋友来，这个是靠声音在传递灯光。再一次，
但是好像声音没有很大声呢。好，OK，很好。今嘛要和阮台南的朋友说再见啦，阮都感谢伊今日带阮来佚佗。真的。我希望下次可以再来吹。介绍了好吃的地方，介绍了好逛好玩的地方，现在呢要跟他说下次再见。而且我们回去他还煮了麻油鸡让我们带回去，真的超甘心的，贴心呐、啊！好，你看嘛，这人真有，真女朋友，对，巨蟹座，79年是贴心的男生。好了，下次见啦，拜拜喽。哎，还没结束，刚刚本来要结束了。我们把豆腰过来吃吃，小鸭的台南的凤梨粽，这是挂包，敢好吃？错。这是煎蛋，这是伊的沙茶蛋饼，豆奶，古早味的，我们吃看卖好吃，头一次来吃。啊，这豆奶粽我吃完啊。我没吃饱，吃第二团。我们吃第二个宵夜，这顶好意面，吃看卖啊！开吃。西洋炒手跟一般红油炒手不一样，点来吃看看。好了，我们真的吃完宵夜要回高雄了。吃饱，吃饱。两家，一间。知名的豆奶粽，然后另外一间就是随意找的，就在豆奶粽的旁边的一间意面店，叫顶好，没歹食。嗯，这间推，有机会可以来吃，便宜又好吃哦。真的，好了，下次见。对，台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